竖画，我们看曲笔了，不是齐的，应该错位的。两个点，尽量往下面靠，横画要长，要稍微细一点。横，注意这两个横要短一点，这个横比这两个横略长一点。竖钩不是在横画中间，应该稍微往右边偏一点。点往上面靠。两点尽量往上面靠，横间距基本相等，注意这点的话变化要呼应，下面要错位，注意下面不要写太宽，要被这个横画覆盖住。经先写两点，再写横，横画左低右高，竖画在横画中间偏右。撇，起笔要靠上，点跟它错位。横，左低高，这两个横长短基本一致。竖画在横画中间，下面这个横略长一点。注意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横画多的时候，横画间距基本相等，竖画要稍微细一点。用垂漏竖，横着钩不要写太宽，向下勾上去，里面两个横尽量往上面靠，把上面空间留的小，下面空间大。间距均等，注意这个宽度，这个宽度高低要十。横画左低右高，竖画垂直向下，用。